我们介绍的是这个容量跟重量的计算。好，那什么是容量知道吗？知道，就公升啊，毫公升啊，就称为容量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更学会是容量跟就是公升跟毫公升的加减跟乘除。好，那第一个呢，先会一件事情，我们把它写上去。一公升等于几毫升？一公升等于一千毫公升。好，把它写上去。一公升等于一千毫公升。OK， 对，一千毫升也可以，一千毫升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个例题，好，他说呢，有的人知，一瓶是七公升，然后呢七公升六百三十七毫升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八公升四百六十一毫升，那么他说各买一瓶，总共几公升？怎么办？就两个相加，对不对？好，看这边，我希望你用这个方法写就好，就是这里写公升，这里写毫升，就是你把它用成公升跟毫升分开来。然后呢，公升跟公升加，毫升跟毫升加就好。好，那我们算的时候一定告诉你哦。好，你算的时候先从小单位先写，所以先算毫升。所以看到六三七跟四六一相加是多少？五加加七加一八，对不对？六加三九，六加四是十，是一零九八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重点来了，你要用一零九八呢换成什么东西？这个原本是一零九八毫升，对不对？那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每一千公升，对不起，每一千毫公升有没有？一千毫公升，你就讲一千，你就讲 一公升吗？会了哦。好，所以你看这边，这里不是一零九八毫升，它可以多少？你把一零九一要改成一千加上九十八，啊，其中的一千毫升就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一公升嘛。所以你看到这里一千，就是一零九八没有改成。八毫升就是九十八，写这边，然后一千的部分呢，把它运到上面去变成一公升，有看到吗？啊，这个相当于什么东西？跟进位很像，就跟进位是一样，所以剩下怎么办？公升跟公升加，所以呢，先算毫升，再算公升，会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就是一加七加八，是不是等于十六？这样会了哦，可以吗？你说老师讲借位吗？借位是相减，不是啊，那个一写过来，你就帮写一啊。这是真正的一，不要写，直接把你过去，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只是你写一的好处是，你可以提醒自己说这个一千怎么减，这样子，你可以不用写，可以先增值一下就好。OK， 会好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再来看第二个。那如果是相减怎么办？你像他这边有没有？他说有个人。它有四公升一百毫升的饮料，喝了两百公两公升七百毫升以后还剩多少？哦，也是一样。上面就写到，这这你就看这边哦，这边写是四公升一百毫升，对不对？嗯，是这边的。然后两公升七百毫升是这边，两公升七百毫升。对。OK， 那两个相减怎么减呢？好，第一个你看这边一样哦，一样是小单位的减，还大单位。那问题来了，这里一百减七百是不够。所以怎么办？他跟前面借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有四公升嘛，借他一公升，所以这边找这边变成是三，然后连这两个合在一起，变成多少？变成是一千一。这个你会吗？这边一千一，因为我是借给你一公升，就是一千毫升的，然后把一千跟原来的一百合在一起，变成一千一。这个会吗？可以。好，那一千一减七百多少？一千一就变四百。对不对？那这三呢，减掉二，就变成一，所以呢，就是一公升又四百毫升。讲会了哦，记得要借，这个很简单嘛，就是借位跟计位的问题。可以了，好，好 ，OK。那乘的话怎么办？乘的话，乘的话反而比较简单。好，看这边，他说呢，有个番茄汁是两公升又三百一十五毫升，用掉四，好，那是又要多少毫升？来，既然用四怎么办？不乘以四嘛，对不对？那、啊、怎么乘？就公升也乘以四，毫升呢也乘以四，好，所以四乘以三百一十五多少？四乘三百一十五，就这边一二六零，四乘以二呢就是八，所以答案原本该怎么写？八公升又一二六零毫升，对不对？可是，一二六零呢，其中的一千可以怎么办？进位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一二零就相当于一千加上两百六十，
那有在一千个半进一位，这边多少？这边九公升，是在260。这样子，会好，可以吗 ？OK， 好。那除的话怎么办？除的话，除的，除的会吗？好，我们看除的部分怎么办？除的部分，哎、欸，怎么跑掉了？好，除的话呢，这边有写到的，就是直接怎么办，知道吗？直接把八公升又352毫升怎么办？只要这里八公升又352毫升，直接转换成八千，把公升换成8000毫升，对不对？再加352，所以变成是832，有没有？然后不是分给18个同学吗？就怎么办？8352就除多少？除以8就好。好，我们除一下吧，好不好？除一下。8352除以8，1，8，然后3，0，5，4，8×4=32，对不对？所以往下减是32，我刚好准时了，哇，太开心了。虽然多少，每个人分多少，每个人就分到的是1044毫升，会啦 ，OK， 好，这个你看一下。